performance, singing a very inspiring song, What a Wonderful World by Louis Armstrong. 還那麼快就到P1班的主演了，我們要大家去唱一首陳奕迅的歌 What a Wonderful World。 當我們聽到這首歌的時候，知道你會有什麼感覺呢？ 又不知大家心目中的温暖的歌是怎樣的呢？當我聽到這首歌的時候，令我有一種很舒服的感覺，同時呢，亦都好像有一幅美麗的圖畫在我眼前，有花啦，有樹啦，有雀仔，有白衣白雲，可能仲有彩虹天。不如就請大家細心一齊聽温馨的歌聲啦。